怎么一艘船呢？总经理，总经理。 十秒，虏获男人必胜大绝。什么？第一招，来，跟我一起move。move。摸自己的身体，开腿，手，然后，打自己屁股用力，哎呀，不是啊，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。 扒着大树的无尾熊，而它当然就是那棵大树了吗？了不得 ，touch 它，重点是要让它看得到，吃不到。第二招，用你的嘴巴喂它吃水果。首先，你要很迷茫的看着那颗樱桃，然后拿起那个水果，眼睛闭起来。 在你的身上或脸上游移。刚刚那个不算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怎么那么热？ 空调是没开啊！我去看一下。这个坏掉了，我去柜台拿遥控器。哎，怎么反锁了？哎，小心开门啊！你帮我反锁在里面啊！没打针不开门。啊，自己不开，谁叫你不拿我的礼物？是一个古董。